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富起来咧，我是 Rita 林妙天啊。今日 Rita 非常非常的痛，因为 Any 今日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个来宾是享誉国际，佮个创作但场伫台湾本台个起到哇，蛮是看过。伫国外呢，甚至伫法国个罗浮宫都有展出过哦。伫明年呢，从排演Bill Gates 来到台湾的时阵是收到了个台式的作品，佮讲了是科技，请咱来复制，请咱来 copy 个，佮些 Any 个皮革艺术家 ，Any 个享誉国际世界级的艺术家来到节目当中。叶发炎先生，你帅帅的欢迎你，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叶发炎，很高兴来到这里为大家介绍皮革艺术。哇，掌声欢迎先生啊！先生系咧，两台面个谢谢师姐哈，泰莲妈妈哈，是讲另外一种母语哈。是，哎，今天非常欢喜 ，Rita 真的是觉得好开心，看到我们现场这么多的作品哦。老师好像在不到三十岁。决定投入皮革的艺术，那现在的成就真的在这三十五年间，已经是在国外都引起非常非常多的回响，对不对？是的。啊，老师，你灿烂的笑容让我们知道你在皮革艺术这一条路非常非常的开心愉悦。是，当然是也是我的兴趣啦。当然，其实我在皮革艺术螳螂系列可以说是在法国罗浮宫。有展出，然后其实螳螂系列是因为我在做田螺系列的时候，刚好其实螳螂是做田螺系列里面的配角，但是我观察螳螂，它是有三角的脸，然后两只镰刀手，然后尾翅开叉，很像穿燕尾服般的绅士哦 ，gentleman。对，我就觉得直接说，哎，应该是可以把它当做拟人化的。的效果去做创作，那在这创作里面，我们就是把螳螂那种，比较写实啦，在创作上，螳螂算是很拟人化，对不对？拟人化，因为我觉得说螳螂既然穿燕尾服可以拟人化，我就把它做一组那种。那个夜锁三重奏就有啦，大提琴啊，小提琴、贝斯啊，就而且那个螳螂绿色，然后小提琴、大提琴是红色，所以它搭配戏来可以那个色彩效果也是非常好。然后我之后也做那个下棋对弈，那种螳螂思考不及、搔首弄姿的那种趣味性啊，可以说。是非常高的，甚至我们在比较独立性的，像我们现场有一件是跳芭蕾舞的，跳芭蕾舞，对，就像那一件就跳芭蕾舞的，对，就比较单独性的螳螂拟人化的创作了。所以老师刚刚透过您的作品呢，是 NDI 现场看到哈，螳螂系列哈，你看无论系加讲跳舞诶，跳芭蕾的，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是好让我怀念到农村生活，它是扛着这个锄头，提着水壶哈，插管哈，而且走天水哈，要不然提加起都讲，这个就是从 NDI 性变身边会发生。那 Rita 喜欢唱歌玩音乐，这又有 Rocker 在这边弹琴，对不对？其实。皮革艺术创作，它是融合了技术跟巧思的一种创作了。它不仅要有创新的巧思、敏锐的色彩感，还有熟练的雕刻技巧之外，还要有丰富的皮革知识。那为什么说螳螂会这么受欢迎呢？它因为它是可以仿真，可以做到很写实，是还可以拟人化的效果。那当然，在创作里面，皮革它是一种。可雕可塑，跟那种铜铁木石那种比较冰冷的感觉的材质其实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更柔软更有弹性，对，它本来就像有呼吸般感受的材质，所以我们在做创作来讲可以做到很写实精雕，所以螳螂系列可以受到这么欢迎的因素是这样，而且最重要还是说把皮革我们一般知道的就是皮革是平面的东西，那我们把它立体化，然后提升它的那个艺术层次的效果。像我们这次
带来的作品，这些都是在罗浮宫展出，对不对？螳螂系列就是在罗浮宫展出的。比如说摇滚乐手，他就是 rock 的感觉，很热闹。然后还有长头发，还有弹电吉他、吹萨克斯风。那这整件作品完全是用皮革塑造出来的。像我们知道，螳螂它昆虫是有六只脚，那我们把两只脚去掉，就变成像拟人化一样。像螳螂，写实螳螂它有翅膀。翅膀是透明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皮革材料是透明的？就是我们生皮，就是皮影戏的那个皮，是生皮透明的皮。我们把它做螳螂的翅膀，所以是最恰当的。像我在创作田园系列里面有蜻蜓的翅膀，也是透明的，我完全是用选择那个透明的生皮去制作的话，可以说效果非常的好。哇，所以老师听你讲起来就觉得你这个热情哈，35年哈是越来越深厚，完全不减。那像你刚刚讲，我们一般看到不管是简单的皮件啊，很多人是做一些实用嘛，但是刚刚讲到要全部立体化，又拟真拟人，其实这里面拟人就有很多情感层面，他要把它变成立体，我就很好奇，那这个身体里面呢，他要怎么做啊？你要怎么样把它做得这么真呢？其实我们早期知道的只有是平面的皮雕，那立体的皮塑是我比较独创的一门技术了。那立体的皮塑，像螳螂，我其实螳螂系列里面还有很多件作品，比如说，螳螂迎亲，就是那个热闹滚滚，然后敲锣打鼓，还有新郎新娘，然后还有媒婆，所以那个整件作品的话，就是非常。很喜气，喜气热闹的那个感觉，完全是透过皮革把它表现出来。那螳螂里面，我们还有打高尔夫球的系列啦。你喜欢打高尔夫球是不是？也打过。那当然就是像我们这件作品叫《出奇制胜》，我们以前常常就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螳螂捕蝉，就是真的这样子。对，那螳螂捕蝉的话，因为螳螂它。非常敏捷快速，所以我们把它取的名声叫做出奇制胜。哦，很会取名字哦，大家听到这样名字就会很好奇，而且就是大家都喜欢看有一个好兆头的，对不对？会寓意深厚，会有情感面的。所以老师在做这些构思的时候，刚刚也特别提到说，手部的提法立体化是你自己在有点像是自己去创作研发出来的吗？对对对。因为我早期在做平面的创作，第一个创作来讲，大概就是属于比较，平面皮雕、壁画之类的。那也经过3年的时间，也觉得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成就跟效果，也曾经想放弃掉。那后来是觉得说，我们还是要需要有。本土化的特色啦，然后个人风格，对对对对，才能够受到人家的青睐。然后也觉得说，到底兴趣能不能真的当饭吃？因为老师刚刚在讲自己要研发的时候，你就要想很多，想动动，甚至是你自己要去做这些时候，你就要研究很多，要收集很多资料，它的结构、它的纹理，甚至你的手真的很巧，因为这些东西很细腻。啊，要全部这个锄头也是皮雕，对，这整件作品也是皮革做的，塑造出来的。对，所以你每一个结构都要很仔细的，甚至有数据，然后才能去做这个。对对，当中没有挑战困难，没有就太难了，怎么样平面那么容易，大家也都会做，那为什么我要弄一个很立体的来考验自己呢？当然，我在创作之中也曾经有过低潮过了，那当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可能要有本土的特色或个人风格，所以我是在逛士林夜市的时候，去看到那个摊架上摆满的那个螃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创作，所以说我看到任何动物题材，我都会想用皮革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你觉得很有兴趣，你觉得好玩好高，然后你就想尝试。对对对，会有这样的方式。那事实上主要从螃蟹就研究到螳螂了。对，主要是我小时候对美术工艺就是
非常的有兴趣啦。那小时候的美劳课、工艺课是最喜欢的，因为都在乡下嘛。那乡下的话，铜腕是自己所能够做的，因为家里比较经济比较贫困来讲，其实不会家长不会买玩具给我们，所以我们几乎都是铜腕是自己做，比如说风筝啊、风车啦、或者是元宵节的宫灯啦，都是自己去创作去做出来的东西。反而这样子激发了你的天赋。对，就是从小培养出对美术艺术这方面的兴趣跟天分。来反攻嘞，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从好玩开始，然后慢慢觉得好玩，投入有热情有信心了，它就可能就成为另外一个你梦想的道路。请大家聊一下，等下转了 Annie 小堂入信箱来分享他的这个大师之路到底是走过了哪些路呢？昨日和朋友转到福气来临的是 Rita 阿天，今天 Rita 绕上到节目当中来聊的国际当动入名改日发言性上既用皮革来做艺术创作，行出一个前无穷容的路，一千皮其实在变成立体的，变成有从人类的情感蛮用的而感动到的故事。再次来分享日信上信上好，老师好。我们刚谈到那个前面罗浮宫法国展出的螳螂系列就是很拟真，有没有哦？有很多情感面。那现在我看到，好像仿佛来到大自然哈，又有这个您的田园系列，又有螃蟹，这个全部都是用皮来完成的。是的，啊 ，Rita 觉得非常的惊艳哈。好，所以事实上，我皮革艺术创作啊，可以说，灵感大部分是在大自然的取材跟生活经验啊。那我。螃蟹系列是因为我去逛士林夜市的时候，看人家摊架上摆满那个煮熟的红螃蟹，煮熟的，对，我还问他说这是哪里的螃蟹，他说是桃园大溪栗子园的螃蟹，而且是我的故乡的螃蟹，马上就买了，对对，我买了三只50块，啊，回家研究，我如何把螃蟹那种熬汁粗壮、眼睛炯炯有神的感觉塑造出来，那我等于说，也开始养螃蟹。观察螃蟹，然后把螃蟹的那种从，因为螃蟹是立体的，那么皮革的材料就像一张纸一样，那你如果把它变成立体的螃蟹，其实在我们想象觉得说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说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去做一件你觉得很不可能做到的事，你就永远做不到你可能做到的事。哇！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我可能要走出自己的特色跟风格，而且展览是要有主题的。那我从观察螃蟹，而且这我第一只螃蟹还是我妈妈从大溪买来给我观察的。哇！然后我也养它，然后把从立体的螃蟹转换为平面的，因为我刚刚提过说，材料像一张纸一样，那要从平面图把立体转换为平面图，然后再去雕刻，再去裁剪。然后利用皮革那种可雕可塑、伸张缩挤的特性，把那螃蟹熬汁粗壮、眼睛炯炯有神的感觉塑造出来。实际上，我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从此之后不吃毛蟹，因为它对我来讲是让我起死回生。我曾经想要放弃了，几乎觉得说兴趣是不能当饭吃，但是螃蟹系列让我重新拾回信心。那我也参加台北国际礼品展的甄选，那时候是台湾手工业研究所举办的，那我参加甄选，通过甄选，然后去参加展览，而且是他们把我的螃蟹做那个展览目录的封面，然后没想到真的是一炮而红，然后那后期他们台北展示中心的主任也邀我在那边做一个螃蟹系列的主题展，因此我真的是从谷底翻身，然后才能够持续去走这条路。所以后来觉得说，其实在创作上，个人风格
跟特色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且我是觉得说，我们要赋予一件作品那种民俗的那个祈福吉祥的意涵在里面，所以我的螃蟹里面有大蟹、小蟹、真多蟹，哎呀，然后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独步天下，无懈可击，一个词句可以代表一件作品，所以我在螃蟹系列里面就把它转换为大概艺术礼品市场有一般我们在像在送礼一样的那种方式，所以也曾经像我们前经济部长送给比尔盖茨的作品也是甜点系列这方面，那螃蟹系列当然在国际上也得了很多大奖，所以螃蟹系列算是我转变一生的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所以一生就不吃它，永远感恩它。是是是是。好像刚刚我听到老师分享，我觉得也很触动，就是其实全家人都好支持你。你要观察螃蟹，妈妈就特地买了一只给你观察，你还养。然后你自己非常有研究的精神哦，因为你讲，你做一件事情，还讲莫看到结果，也讲那你想也莫强用，可能不如预期，很容易打退堂鼓。对。但是坚持到底，而且要全家人的。要支持，对不对？不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奇怪，还要养螃蟹？你到底要做什么？对不对？但是大家都很支持你。对对对，当然到之后，我就会开始观察的周遭生活环境，所以我创作题材是大自然题材跟生活经验。那我甜点系列是因为我回大溪老家，看到那个我们菜园里面那个长满了那个绿意盎然。的那个苦瓜，有苦瓜，然后这个是有丝瓜，因为还有黄瓜，对不对？那在乡下一定看得到。那我已经在大都会那种都市丛林生活了，二三十年，所以那种在那个都市丛林的压力跟无奈啊，其实是很难平复，而且对田野的那个田野情趣算是特别感觉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疗愈你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创作甜点系列里面就可以说，好像可以听到甜点的呼唤一般的那种感受。真的，而且有被滋润的感觉啊。对对。老师有没有觉得这样好像让你回到童年？好像童年，你刚刚说也许物资不是那么丰富，可是它却造就了你。很多很多的养分，不论是手作啦，对于东西的把玩、美感的培养，还有兴趣啦，然后以至于到大自然的环境，都是你现在呈现一些很重要的养分。其实也可以说，一个人应该是要能够善用自己的天分，然后去创造自我独特的价值。因为我兴趣是在这边嘛，所以其实甜点系列对我来讲是。获得一个很大的肯定，是我曾经得到民族国一奖一等奖，而且那件那个是最厉害的哦。对，那件作品是瓜蝶绵连三年做，而且它是举办五年，然后前面两年是重缺，然后第三年我拿到了，所以算是相当不容易的一种肯定啦。就是有高度的肯定了。对对。老师，那您刚刚说从小其实你就很有兴趣。可是我也很好奇哦，人家说一个艺术家的养成，也许就不是一时半刻，没讲短时间，可能也冲冲丢丢，要长长久久。但是你后来念书又念电机啦，然后后来又做别的工作，不管是装潢啊还是什么，怎么后来毅然决然才要成为皮革的艺术家，而且还是选皮革？对，其实我可以会做皮革艺术的一个因缘，是因为。我在我姐夫刚知道说我在我姐夫那边做室内装潢，那我们还有做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以前我们北回铁路淡轨铁路那过站的那个路牌，路牌很像乐器吉他的那个面板，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圆圆的这样子，对对对，我也完全没有接触到皮雕，我就用那一块皮去做一支乐器，后来就做了。琵琶、古筝、乐琴，就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那真正会进入皮革艺术创作的因缘，是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有一个皮雕展，然后我去看那个展览，也认识那个老师，作者，然后他才介绍我跟我的启蒙老师施淑芳老师，
认识，才真正的走入这一条皮革艺术创作的路。哇，那个时候就被迷住了。是，然后就真的开始一头栽进去了。然后刚好要快要过年嘛，大概过年的时间，我跟我老师学三个月，那我就决定要走这条路。那快要过年，我就说我人生的生涯规划应该要有所改变，就请辞了吗？对，我认为说我应该善用天分，创造自我独特的价值。然后我去租了一个八坪大的工作室，然后也去租了画廊的预定场地。那个画廊10天要50000块的租金，我也把它付了。所以我这样的决定大概4个月的时间以内就完全决定办我第一次的个展。哇，掌声鼓励。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舔法 call out 哈，不然家也不看银杏上的家人说，当时没有觉得老师很疯狂吗？哦，当时家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啊。因为要过年的时候，我回家跟家人商量，家人也支持我这样做，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然后剩下8个月的时间去做我第一次的展览。好幸福哦！所以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非常支持的家人，还有坚定的意志力哦。对对。所以老师应该讲到哈，不论是做田园系列，或做到我们看到这个和谐的系列，都受到大家很多很多的肯定哦。那你自己在做这些小东西，我们看到小到像瓢虫这么小，有蚂蚁这么小，是大的呢，当然也有大的物件，甚至像这个篮子也是全部用手工编织的。对，老师，这个又大又小，其实这个挑战不只是有兴趣而已耶，是完全是要坚持。所以我们在创作上，就是说你要投入才会深入，付出才会杰出，是磨练才会熟练，那敬业才会专业，要有这样的创作的态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耐久的毅力，长久的奋斗，及一股无怨无悔的洒劲，这样才能够坚持下去，不然是非常辛苦，而且很容易就放弃掉的。哇，嘎哈给团法哈，我觉得给大家都非常多的鼓励哈。韩国信上公会现在从头到尾脸上都漾着笑容哈。等下 Annie 导转到一款哈娜豆入信上嘅作品哦，请大家先聊一下技术转到福气来咧。昨日好朋友真的福气来了 ，Rita 的技术同大家分享了世界级有名的皮革艺术家哈，也发现欣赏几件作品哈。头先你看到有了 Iron People 螳螂，还有了天然泥的，有浮挂啦、啊彩挂啦，还有墨海撒下来呢，哇，大家来看一下现场，噔噔噔噔，又买东西给你，还有就是蛋糕吧，又有西瓜哈。Andy 再次的分享，叶先生，先生好。老师，我现场又看到不同的作品，是，然后我都觉得啊，好想吃水果，好想吃蛋糕哦。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Andy 会问线上几张问题，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要来更亲近我们的大师哈。嗨 ，Rita 要来提问了哈，老师你就可以直觉式的回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请问老师，目前最想挑战的物件是什么？你已经做过那么多作品，但是现在有一股冲劲，刚讲洒劲，想要挑战什么？对，其实我最想挑战的就是老鹰的系列。老鹰？对，因为我们童年听过一个鹰与重生的故事，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叫鹰养人生。其实我们要学习老鹰那种有改变的勇气跟重生的决心，所以我做过2只老鹰，然后好真哦，他的眼神好锐利哦。对，然后他的身上的虽然一只老鹰的头就将近1500多片的羽毛，所以他在制作上其实是很费工，然后他的眼睛很明亮，我们几乎可以有人形容说它是 LV 的眼睛，因为我是用 LV 的那个指甲油去涂，所以是很亮，所以它的名称叫放眼天下。哇，放眼天下名字取得真好，你太会取名字，而且选材也很重要。是，好，都是要用质地好的东西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而且那个羽毛用皮革做出来是最质感是最好最恰当的。
老师喜欢用什么皮来做？几乎都是用牛皮。哦，对，比较坚韧吗？牛皮取得也容易，种类也比较多，而且效果也比较好。哦，了解嘞。好，大家就学到台四狗哎哈，所以最想挑战老鹰系列，可想而知，我们之后就会欣赏到有机会。有这个整只老鹰的呈现，好，正在做了，是不是？是，差不多。哦，动起台，动起台。好，老师，刚一听你暗道哈，你这么投入来制作你心目中所希望呈现的皮革艺术，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家说职业伤害啊？你要做这么多，你要看这么多，你要想这么多。其实，真正在创作人都是很执着，而且时间都是很长。像我们从事雕塑创作来讲，几乎都是手腕手肘都会酸痛，所以医生说，你只要不再做就不会痛。所以我每天都还在痛，所以这职业伤害是一种快乐的负担啦。因为我有创作，就会有作品，啊，当然，能够有一些病痛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都没什么，是不是？是是是。哇，心伤动斩哦。所以人家所谓的职业伤害是看你怎么样去看待，所以那个心境很重要。对，这也是给大家的勉励耶。是是。因为每一个职业都有他的专业，你有投入才有今天的成就成果出来。哇，再一次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好好，三号人你提上提还高。那请问老师，你这么投入，你给自己最长的休假是几天？最长大概3天左右吧，跟家人出去玩这样子。不然我其实在展览期间几乎都是没有休假的。我也曺经第一次展览大概36个小时没有睡觉，然后前面一个月也没有什么睡好，然后展览完之后回到家里眼圈是黑眼圈的。所以我觉得说创作是一种需要相当投入的，要很付出。对，所以你们全家要长程的旅行哦，超过10天的旅行只能透过你的展览到国外参展的时候一起去。对对对，才有才有才有。因为工作室在家里，所以几乎是都像在展览期间几乎是没有在休假的。嗯，整天除了睡觉之外都是在工作，所以是相当的投入了。相当的投入哈。对，好，那个迪迪亚斯的祝福，老师可以继续产出令我们一直赞叹跟惊艳的作品，然后有时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有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下，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是期待作品。有创作就满足了，有创作就满足。对对对，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对不对？好，有人就说艺术家为什么这么疯狂，有安定安空呢？因为 Andy 在走作品的世界，其实他那是一种自我的满足，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好，然后才能跟观者产生共鸣，你们的热情心血都投入在里面，要传递出去，要传递出去，信息要传递出去。嘿，莫简单。该欣赏，你觉得，在你来说，你自己是客家人嘛，对不对？像你做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人看到说，哎呀，你真的很有那个什么什么精神啊？你觉得自己哪里很客家吗？事实上，我是一个客家人，所以我应该我血液里面还有存在的那种刻苦耐劳、很坚持到底的应景精神，这也就是真正我们客家人的精神。我才能够坚持这样35年来，我办了60次的个展，有时候回想起来，还真不容易。真疯狂哎！是是是。对，而且没有办展的时候，就是要好好做作品。对，几乎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做作品展览，做作品展览。也许这也是有职业病。好，那老师，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这么多你的作品，我就很好奇，这个西瓜可以吃吗？好像种子还会发芽，是不是？西瓜籽还会发芽？因为它可以做到血，会长血丝尖胶。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过，其实皮革材料像一张纸一样，它没有办法像雕塑材料，我们说雕是把不要的挖掉啊，塑是补上去。那皮革材料其实很特别，它这两种技法都不大一样，都不适合皮革艺术创作的技法。所以我是比如说我们皮革材料它不是雕塑材料，我把皮的生皮粉，生皮去磨成粉，我们才能够呈现出有雕塑的材质的材料去堆砌。所以西瓜是用生皮粉去堆砌出来的，然后西瓜籽也是用我们牛皮去塑那个西瓜籽，完全可以说是血石精雕的效果，然后还做出那个
非常只有到0.8毫米小的小蚂蚁，所以它的难度其实算是非常的高。所以我是说蚂蚁系列是我在创作之中算是突破材质的限制跟挑战技术的极限。哇，这个是一个极限之作。对，所以你看到了所有的不管是西瓜果肉都完全是皮革塑造出来，好难，所以它没有办法想象，它是有点透明性啊，感觉是沙沙脆脆，很小咬一口的那种感觉，那种冲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创作上的成功之处。我真的对皮革有新的认识，因为你想讲可能就是皮包，对啊，皮夹，然后皮件啊，一些饰品啊，没有想到可以这么生活，这么拟真。对，所以我在创作上就是希望说，把皮革的生命力再度重现啊，不管那个动物、草虫、昆虫，都能刻画出那种永恒的生命力，把皮革的材料跟技术发挥到最大的可能性，是我这一辈子想真正达到的目标。哇，这老师也是挑战皮革的极限跟自我的极限。对。然后我一直很佩服老师，就是应该底下看线上的作品，不管是您的访谈或者您的作品也好，就是有很多你有很多的巧思跟有很正面的力量。比如说像 Rita 旁边这个蚂蚁，它在搬。不是搬糖果，也不是搬乖乖哈，我就想他是在搬他的卵吗？还是在搬什么呢？也可以说他的卵或食物或者米粒，因为小时候在乡下看到蚂蚁，或者是说我们在吃饭掉一颗米粒的话，饭粒的话，对蚂蚁就会搬走，所以在我的创作上就很深刻的那种印象，所以会做出那个蚂蚁在搬食物那种同心协力哈啊满载而归的那种情境。透过皮革把蚂蚁那种既共生又合作的那种氛围把它塑造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只要努力往前你就会有收获，对不对？对对 对, 對、也是一种自我的鼓励啦。创作的时候好像也再一次对自己说话。那老师今天很高兴邀请您来节目当中，虽然时间很短，大家想要更多亲近老师的作品，我们最近好像可以把握机会有新的展览咯，老师第61场的展览即将跟大家见面，对不对？在高雄医学大学的艺廊展出，在5月下旬。哇，抢台尬 follow 叶发源老师哈，有他的这个皮革艺术的专业哈，大家就可以上去看到有展览的资讯哦。Gimme 再次非常感谢心善，我也受到老师很多的激励，谢谢老师心梦心善，谢谢心梦。今晚嘅非常嘅享受哈，我相信大家看到安多安精彩作品，也非常感动哦。希望大家今晚嘅感受可以邀请大家等下继续天天欣赏来做运动。希望大家长累了。喜欢福气来来节目的朋友，记得我来你听站听客家电视台的频道，还可以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